讲炮友其实是加纳的中文词汇有限，先发生关系之后，我们没有当下决定立刻要变男女朋友，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去了解彼此，最后才决定认真交往。我想要这个人在我身边，我每天要他给我的眼睛看到艺术品，我就不要他去跟别的女生交往，他是我的。如果你硬要讲事件的话，就是我们一起去旅游那一次旅游，我开始觉得说，哦，我很想念他。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嗯，大概就是要确认的时候，心跳砰砰砰的感觉。哦。